下去啊！三只啊，三只大口袋，剩两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铁，今天要玩的是《守候黎明觉醒》，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的新模式《生存行动》。生存行动点下去后呢，这边有个孤岛求生啊。然后这边有个稳定区，三天三夜的生存挑战。这一集分享一下我怎么过关啊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玩法吧。好，我们先拿东西吧。他这游戏要捡两次，所以有时候没捡到东西，就是因为要采完后再捡一次。我要靠这四十支箭弄那个小胖。我们现在先从谷仓拿一些基础资源，时间是够的。有这样打到，不行。我们现在拿完果酱东西，先冲那个上面那一区。有声音，他在外面那一区。我将开始做一些剑士。哦，六十支箭，是。喂。喂怪，为什么那么钝啊？我都用 PC 版玩还钝，手机版钝就算了 ，PC 版还给我钝。我就希望这游戏 PC 版比较钝而已。1分05秒，看这场我都轻松过关。即使进入房屋，也难以躲过他们的挑选。我现在这玩法就是攻略啊，大家可以自己感觉一下怎么玩。左边就是可以卡点那个地方，也不算卡点，就绕圈圈啊，绕圈圈最简单了，你就是绕着绕着绕，而且又室内，它的那个污染值不会加那么快，因为室内。房子也可以啦，房子找卡点我之后再找好了，我今天没时间找了，今天这个点已经很好用了，我觉得新手可以轻松过关了。我想赶快进去十秒，这个地方，等一下等胖子来后，我们就解决胖子就好了。你们看我现在物资哦，应该是够用的。刚刚主要是因为打那只冲来冲去怪，浪费我很多那个补包跟健康值。OK， 我们等一下就要弄死小胖，这边等他就好了。这点棒吧？刚刚灯怎么不会亮啊？现在灯亮了，刚刚灯是坏掉了。跑不上去了。好了，来了。我们只要打那个移动快怪就好了，移动慢都不用打。像这个移动快的，是慢的吗？然后这僵尸看能不能卡，我们稍微尽量在里面。打完会被打，快跑！哇靠！你就撑时间就好了，轻轻松松啊，有没有？轻轻松松的，我们这边绕圈圈就好了，不用卡点，你就绕圈圈就好了，也不用担心被打到，你就这样轻轻松松的绕圈圈，然后等一下白天再出去收物资，就收这一区，然后不要引到怪就好了。听到那个脚步声的时候，表示小王在附近哦。
欸，或许我还可以清一些怪哦。我拿刀子或许可以清一些怪。如果只是普通的面疫者，用弓箭和刀就能解决，不需要浪费宝贵弹药。无聊可以清点怪。很怕被打到，哎呦，等一下吃那个健康纸。哎，他只要出手就打到，可他这刀子砍伤好低哦。哎呦，打起精神来，马上就要天亮了。来了，他来了，胖子来了，看什么卡他。哇，完了。那就射胖子就好了。很好，你破了心网，那这只是个开始，接下来的情况只会更复杂。比起弓箭，我更希望你尽快找到枪和子弹。哦，没闪好。他弓九再射他就好了。啊，各位，这就是攻略啦，懂了吧？这样玩法很轻松吧？你就绕圈圈，绕圈圈绕三天，绕三天三夜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继续绕，然后呢？刷点胎米去修东西。坚持下去，天亮后你会感谢自己的科学。快！好，再继续走，抓一下感觉。我们要再出去收东西了，弹药，要石头哎、欸！不要绕到怪，不要绕到怪。敲一颗石头，这场应该过得了了吧？我现在写那么多，然后五个抗污染，三个补包，等一下巨齿怪一样绕圈圈打，好像没东西，我去看一下那个地下道能不能偷东西，我忘记地下道在哪，还是听声音。地下道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跟过来啊，有点担心跟过来。然后跟刚刚跟那个人讲话以后就中计了，后面那个忽然间出现嘛，不知道是他害的。哎，我手电筒没电了，偷偷摸摸。哎呀，好多东西可以捡哦，是哟，还有两分钟，物资捡满满。Q 期待。我们一直在监控，这边可以通到小镇啊。应该不要跟他讲话吧？就跟他讲话就会出事，还是刚刚他是刚，还是跟他讲话其实不会出事，只是刚刚时间点到了。哎，可是我觉得没人是怪啊。都兰小镇里还有观光用的电车，据说在旅游业最兴盛的时候，这里络绎不绝的游客。时间不够，赶快回去，1分26秒，我要赶快去刚刚卡点了。这边不好守，太窄，这被包夹直接 GG 了。快，赶快回家。不是回家，回圆环，这样可以上去。哎，好乖哦，他们排得很直线呢。嗨，
探险团哦。哎、欸，我卡住了，我。你挺过了第一晚，但这只是个开始。接下来快跑，快跑，五十五秒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尽量别让他损血。我们要再撑一个晚上，三分钟一个晚上。你看我现在多轻松，还可以悠哉、欸，快快乐乐的。哎、欸，我们起家，好起家起家，底家啦。我看能不能卡僵尸，如果我可以站这个地方卡僵尸。啊，忘记敲石头了。缺石头十颗，等一下去敲石头。不过我刚刚拿到一些四格绷带，他们其实走点还蛮聪明的。我想说可不可以卡他们？会不会看不到我？因为有一款游戏，它可以这样卡僵尸啊，就僵尸会在外墙卡住，他会以为你在这个位置，然后一直在打你，然后打不到。所以我在测可不可以？哦，好像不行。第二个晚上好像比较简单。哎、欸，是其他没来，还是其他走比较慢？卡到了吗？我刚好听到有僵尸打我、欸，哎，哎呀，跑得快来了。哇靠！没有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没卡到。那为什么是走这边啊？地下道不在左边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这边开始僵尸大游行了。哦，他晚上灯才会开啊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，刚刚是白天，所以灯没开。现在尽量让他拉在同个位置。哎，这边 不错吧？散步散步，悠闲悠闲。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僵尸全部让他的位置在同个地方，就这样子，哈哈，绕圈圈，来啊，打我啊！哎、欸、喂，你是跑得快的，哎，这是真会打我，这是真会打我。哦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打到我、啊？这种跑快先解决掉。看来岛上的卡卡斯工厂绝对不是卡卡西来的。爆头！哎、欸，他没进来，他没进来。是哦，他是看不到我。连电锯哥没看到我。这一场应该可以过了吧？有个好消息。耶、yeah! ！白天呢？呜呼！哎、欸，可他在外面哎、欸，好像不要出去比较好哎、欸。我现在不用出去了吧？三个应该够撑一个晚上吧？他会不会进来啊？他进来了，那我要出去了，拜拜！我要去收东西了，我去敲个矿，等下再回来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，拜拜，我要先走了。哦，有另外一只怪，不能拉到他，拉到他我就死定了。我要功亏一篑了。奥里基岛的东边是卡塔斯工业的工厂区，那里的危险程度一定远高于城镇。没有充足的资源，一定要谨慎前往。等下是要跑到安全点吗？一个七十公尺，还蛮近的，很像刚刚的地方。那是怪了，那是怪了，就是不想打到他，他跑回去了。要看个物资箱了，睡。哇哦，不要啊！我刚才就是只有八滴血，你没看我这场的血量，这场是比较有机会的吧？血量一百多滴了。跟刚才的八滴血，我已经不是同一个状况了。继续绕，没有东西可以拿了。
我现在好像没有，也没有办法采矿，也没有看到矿。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，还有两分钟。矿石在门口有一个，不知道他不给我敲一颗哎、欸，按错，啊，哇哩嘞，吃错个。不行，那只在石头那边有一只怪，有只小 boss， 一到他就挫败了。其实我这样玩有个缺点是物资比较少，因为我没有跑很远，都在这个区块。哎、欸，这么石头，快敲起来！有石头，敲一点就可以那个。跑，有只熊。哎、欸，你来了，兄弟！两分钟，给他干绕回去。我先卡他一下，两分钟回去应该来得及。你上得来欸，有够厉害的！哇、啊，还有狼哦！从哪里来？从哪里来的狼哦？野生的。应该过不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做一些弹药吧？狼从哪来的啦？傻眼！哇，他在上面！快闪！他在上面，我要回去了。快跑！希望把他卡住了。你就不要跟过来了。一分钟。我已经做好那个子弹了，因为我现在先做弹药，是因为我不知道等一下直升机逃跑之后会不会很多僵尸，可能还是要一把武器来防御一下。好，我们先进来，希望刚才是卡住了，其他僵尸不见了。OK， 来哦，最后一晚了，我们现在血量还很多，可是只有三个抗污染，绷带四个。我躲这里，我要吃一个抗污染。像这可以卡点，不要来，拜托你们都不要出现啊！哇，变异者即将出现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他们的坐标来了？但现在还不能出现。哇塞！等一下，我不希望在最后的按错键。他们怎么会睡？他们直接钻出来，不见了，他们卡在里面，笑死！他们卡住了，太棒了，他们应该是卡住了吧？哎呦，是有。我刚刚吓到欸，又想怎么会从那边出现啊？是这两只，看来岛上的变异者因为污染而变得。他们来了。到底污染的源头在哪里？完了，我赶快吃一个。第三碗了。我现在感染药是防辐射剩一个，完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，只要活下来就是胜利，你不要耍我呢。66%，完了，我剩一个了，抗辐射剩一个，这吃完就没了。我要撑多久？一分钟。至少那只镰刀怪没来，不是镰刀，电锯。一分钟，扛不扛得住呢？这一波拿铁会不会过关呢？弓箭爆头，
哇，辐射值！一定要在救援到来之前。等一下，不够。哎，可惜破布。哇塞，怎么那么多只？哇呼呼，有点开心哦。完了，40秒。37秒。沉下去啊。三只啊。三只大口袋。27秒。完了，我现在福克值 100%。我差一个那个抗辐射的药物哦。应该抗污染药物。十秒，没绷带了，剩两秒，快登机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快登机，快登机，快登机，耶 ！Bravo， 过关了，三天三夜，好不好？绕圈圈战术过关，你们还没有过关的拿铁攻略在这边，我完全没看任何的攻略，我就凭自己的风格去过关了。其实它这个重点就是，你要先找到一个地方是你有办法求生下来的。然后，但有些玩家运用卡点啊，其实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方式去过关就可以了。我的方式的话呢，就是绕圈圈，我前面先知道说地图有哪些物资啊，然后顺便看哪个点是比较好防守的。然后其实像僵尸小怪，如果它移动快的，你就要收掉它。他挡住你要收掉他，尽量能不损血不损血。再来就是小 boss 啊，不要引到小 boss 引到的话，就我刚刚讲的，你会花很多时间在损血。好了，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完就是生存行动的第一季的三天三夜过法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过关。如果你还有其他过关方式，也欢迎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跟讨论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把你喜欢指定我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去分享这游戏攻略跟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一频道，中推选 IG 粉丝团，搜索不喝拿铁就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游戏见，拜拜。